我就买嘛，买根枪。我也是混社会的，是吧？我也是社会人，我想整点。有没有加特林呢？加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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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冒蓝火那个，哒哒哒哒哒。让我再打电话，我试试嘛，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嘛。试试还是咋的呀？啊！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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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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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他妈打着了？没有加特林，没有那个玩意儿。那我买个大号机。我操你妈！你他妈打！我买把短枪，打个尖儿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你不敢进来就。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十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卖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都给我挨着房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集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别冲动，放老王也不用一句话，我只有一句话。喂，如果我要的一开始你就给了我，那我就失去了让你这个游戏的理由。你也知道，我没有这么多故事，可是有人追三两事。